水逆式面试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现在方便吗？我现在好了没啊？快点，别死都！不太方便。刚刚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方便了。我正式做一个自我介绍，我的叫 Pat。想先面试？哦，那我先走了。想先很棒的，一定要用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加油，加油。是不好意思，咱们再重新来一遍啊！你要把我求婚是吗？八年了，终于跟我求婚了，我终于见到了，好开心啊！哎，咱们这里正好穿什么呀？快点呀！我换个地方啊！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。说一说你的期望薪资吧。哦，3000。你还在吗？什么咖啡？10000。一万这么高，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吧？过人之处啊，诗朗诵一个吧。当红叶疯了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有点卡住了，我能不能再来？小轩，面试完了吗？小轩。